Bring that ass back like a boo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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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oom.别闹了啊，开始了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幽密张小喵。大家好，我是蔡老公，我江湖贺号忽悠哥。我忽悠哥啊。今天想给大家拍一个主题，是我用我近期买的化妆品给我忽悠哥化个妆。我有这个想法的时候跟他商量，没想到他很痛快。拍不打打的，有话说话，你就拍的。给你的脸了。没想到他很快就答应了，所以今天我必须是不是抓紧这个机会，让大家看一下从大叔变成精神小伙的过程啊！化彩妆哪精神小伙化彩妆咋的？现在男生都化妆，不是你只不过离那个美男子的生活远了一点而已。我最近买的化妆品呢，都在我的这个小包里，然后现在就让我们直接开始吧。给钱谁不答应？没有钱，那不挂了。都箭在弦上了，就是你在弦上，我也没在弦上。哎呀，你就弦上了。首先是妆前乳，它是一个澳洲的品牌，叫拿破仑，大家一般都叫它小金管。其实这个已经在国际上获过很多奖，但是在国内的知名度还不高。我买了之后，我觉得它非常的好用，就是非常适合干皮，然后可以妆前让那个皮肤很滋润，身上粉底的话妆效也很好。我现在要往脸上抹了，能不能表现的开心一点？咋开心呢？快点抹吧，快点抹吧。你戴口罩干啥呀？专业化妆师都戴口罩。哎呦天，你哈喇喷我脸上了。是出于一种礼貌。我买这个小金管是比较适合干皮的，因为我是干皮嘛，但是它是油皮，所以我给你上半边脸，右边脸给你上这个，然后左边脸不上，可以吧？那好吗？到时候看一下它那个妆感有啥不一样。能变扎皮脸了吗？别说些没用。我这容易睡着。你洗没洗脸？洗了。我估计了。我拿什么？涂过的跟没涂过的，就是是不是润不润？这谁大爸？然后下面涂粉底，我近期呢买了两个粉底，一个是这个苏酷的遮瑕效果特别好，然后上脸的那个妆效也非常的好，很喜欢这一款。我今天涂的是苏酷的粉底，特别的好，但好像有点白。哎，我脸怎么这么白啊？等会儿没有这么白啊，可能是光线的问题。我买的是它最白的色号101，其实对我来说稍微有点白。那我整那么白好，所以我就不给你用这个，而且这个很贵，我也舍不得用。还新买了一个这个日本的这个马车粉底液，色号是00，就是比较偏自然色。我觉得对我来说颜色有点深了，但是我觉得它这个上妆，有点要挤出来了。上脸的妆效也挺好的。你冲钱啊？我不用冲你啊。看这个颜色，非常适合你。睁开。是不是简直被你量身打造了？推开看的，不推开哪能看？哎呀，挺嫩的，说一句呢，它这个还是有一定流动性的，但没有很稀。然后上妆工具，我要用的 Pony Effect 的这个的气垫粉扑，我去，超好！我最近上妆一直在用这个，上妆很快，然后妆效也好，遮瑕力度也不错。先给它喷两下，装着。正常是这个力度吗？是这个力度，因为这个粉底涂在你脸上时间有点长了，所以你问问观众朋友们听不听着响，所以它不是很好拍。就是这样的，开启啄木鸟模式，等我再喷点水。啄木鸟早就荡了。那这个手没手？这手根本没准。没有，我这个手是左手，没那么大劲儿。眼珠子按冒了，主要是为了不挡你镜头，不要口吐芬芳啊！怎么样？有没有感觉脸部细腻了，毛孔啥的都没了？鼻子我再给你抹点啊，鼻子稍微有点泛红。脸煞白呀？这还白？不白？别老在那儿装酷行不行？咋个车轮转呢？你也不会，奇怪的嘴型。能量是吗？它是一个偏雾面的一个妆效，在它脸上眼睛啊，我去，没有很白，是不是？就跟你的脖子，你看有差价吗？不是，有色差差价。这面是刚才涂了妆前乳的，然后它就是会有一点遮毛孔的这个功效，这边的毛孔就比这边会好很多。你看这边毛孔还是挺明显的，然后这边就没什么。下一步啊。这马车粉底我记得还挺便宜的，好像就100多块钱。我给我找一下，一会儿给我准备卸妆水卸妆。
嗯，行，我给你准备卸妆油啊，209块钱，然后我买的是004号，但是我觉得啊，一般的女生用这个004号都会太深了，就是一般黄一黄二白买01号就可以了。这个平时我用的时候我会混一点那个 NYX 的专门调节深色粉底的那个东西，就白色的，然后涂一涂之后它颜色就会变浅，就妆感还不错，然后性价比也挺高的，比较方便携带。买的时候还赠了一个粉饼，那粉饼颜色更深，所以我就直接放弃了。用眉目画一下，有点淡。要求这粉底整完了啊，然后这个粉扑也是超级好用，就我基本上已经放弃美妆蛋了，强推强推。现在就给你画眉毛，好吧？好。我脸是不是有点太白了？就这个光的问题，应该是你脸挺白的，就是它，是不是？眉部产品我新买了3个，一个是这个卡其色彩的这个眉笔，它是双头的，底面带个刷子。这样的非常的好用，很便宜，就10几块钱这样吧。还买了一个橘朵的眉膏，据说是防水的。我本来是想去泰国玩的时候用这个，结果就别说了，说的哪儿没去，没去上。我今天用的是这个橘朵的眉膏，配了一个这样的小刷子，非常的好刷。看我的眉形，今天画的有点着急。然后还有一个眉部产品是这个 Benny 出的眉粉。超级超级精致，就像欧洲福洛玛卖的那种东西，你觉不觉得？看挺精致，很沉的呢。嘿，哎，往上一整就开了。然后我买的是黑色和深棕色的这一款，我真的觉得这个包装超级用心，超好看。然后上面还有几个小钻。这包装事儿赶紧画吧。你着急吗？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眉毛？正常画就行了。眉毛有点淡的，后边这个。给你画个那个型男的眉毛呗。不用太型男，我已经够型了。你哪块型？有型吗？下手有点狠。哎，你别看。哎，怎么闭眼睛会睡着了？我先那个用这个眉笔给你画一个框。你的眉毛就是后半段颜色有点浅。好，正面一下。我就是先用眉笔给你画一个框，然后再用这个眉粉给你添色。太长了。哎呀，那就蹭下去点。你看看，行了吧？好多了。然后这个眉粉会配，我们这中间缺一块。等会儿我就给你涂上了，这不拿眉粉填吗？拿眉粉填了之后，那眉毛就非常真实。因为我以前没有买过眉粉，这是我的第一块眉粉，所以我觉得涂完了之后，那个眉毛就很毛茸茸的感觉，很好。给你整这个黑色的，整绿的，绿色。一会儿给你戴个帽子。啊，你这个眉毛应该修一修，这上面这块太高了，我给你修一下。贝印的那个刮毛刀超好用。咋样，这边眉毛画的挺好，你显得我非常和蔼。什么和蔼啊，上面高挑那块眉峰没有，这人平和了很多。嗯，看看。嗯，不对的。哎，为什么怪怪的呀？我看看啊。是不是颜色太深了？我给你，我不整男士的眉毛，男士的眉毛一般都啥样的？我靠，你不知道你就给人刮了。没事没事，我把这个角给你整掉了，就不让你往下衬了，不就平眉吗？就得了吗？人都是那样的，有一点眉峰的，你给你要眉峰啊？你都给人刮掉了，还要眉峰不好看，眉峰显得这个人太刁了。你哪块不满意，我还可以给你那啥，我给你刷点这个棕色的眉粉，刷了行不？棕色的眉粉，然后这样显得自然一点。没做点功课啥的，就给硬画呀。化妆这玩意儿有啥可做功课啊？你转过来啊，好多了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来吧，行不行啊，花灯？你满不满意啊？满意满意。啊，你看，然后再画眼影啊。男的也得画眼影吗？画，就显得眼睛深邃一点。我给你用这盘3CE的这个 Overtake， 老多老多美妆博主的去年年度最爱了。跟我啥关系？就说明这个好，我给你用一个最好的，知道吧？然后其他的，要不你选一下。我就快就来这个。就这个就行。这个3CE是韩国的，然后还买了几个国货国产的，还有两个橘朵和一个 Hidden。橘朵是买了这种三色的，一个是这个焦糖抹茶色，还有一个红棕巧克力色的。我今天画的是这个06号，就红棕色系的，非常简单。然后还有这个 Hidden 的这个，我当时做过开箱，就我觉得它包装特别美，然后里面那个大亮片也特别美。我不要大亮片的。我没手给你画这样的一个比较夏天的一个颜色，这掉的大亮片贼狠，你就拿走了呗。我给你整一下。我不要，不识货呢。行，那我就给你整这个最平平无奇的这个颜色。嗯，咋的呀，你不乐意呀？我怎么感觉你不是很乐意呢？这个颜色给你打底啊。你别睡着了，我眼睛就不舒服，是不是上眼皮呀、啊、
下眼皮也得刷一点。我感觉你得用深一点的打底。你眼皮咋这么肿呢？我没发现你是肿眼泡啊。哎，你眼皮咋这么一点点呢？还那么肿，睁开，睁开。给你刷刷你的下，睁开，睁大，往上瞅，你往前一点。你看眼睛多肿今天。你别老眨眼睛啊！嘴不得劲儿，那不眨眼睛吗？我都没就碰着你。哎呀，我受不了你。那行，那不给你画下眼影呢？我给你画一个。好像皱了眼。哪有？多深邃呀！我给你画一个深一点的，给你加深一下。给你用一个带微闪的，怎么样？不要闪。哎呀，没有纯哑光的。你不是往男的上打扮吗？你还是要往女的上打扮。男的。男的谁整微闪的呀？金锭啊。哎呀，你闭上。他这个闪的不明显。明明显，男的整闪光。你拿着点。咋的，男的也得闪光啊，不灵不灵啊。拉倒。对，这样式的，哎呀，我看着。你看，哎呀，太好看了。得怼我眼睛里。你好好的。我妈没动。哎呦我去，太美了，睁开。哎、没整进去、啊啊、是不是比你那个眼深邃多了？打人打了什么打了多好看。你刚才用哪个色来着？说的这么臭呢。你给我滚。我自己闻。你给我滚。等会儿。哎呀，你自己鼻子臭，睁开我看看。哎呦我天哪，这眼睛太肿了，这整个影响我的妆效。咋样？哇，好好。你发自内心的说。发自内心的好好。好像有点重啊，我给你。多深邃啊！暗恋的窦尔敦，好一马；红脸的关公，那战场上。帅不帅？你快点，你怎么要睡着了似的呢？好好的精神点行不行？你这样怎么给你画成精神小伙呢？你那头发咋那么磕碜呢？来，扁扁塌塌的。眼妆画完了，夹个睫毛。啊？咋的呀？我这个是特别自然的。男的还夹睫毛啊？它是一个睫毛打底，爱杜莎的这根啊，我给你夹一下。夹？我这个闭眼睛吗？睁开，往上瞅，哎，往下瞅，舒服。啊，我这个是非常自然的，它正常是给别的睫毛膏涂之前打底用的，单用也挺自然的。别动，我没动。你别老眨眼睛，别动，那就动。睁开眼，你别老动。你张把嘴张开，嘴呢？觉不觉得把嘴张开之后就不老动了？哎呀，你把眼睛睁开点行吗？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往上瞅。哎，没用眼神了。你看你，要说不动，你别老动，你动我肯定。你往上瞅，你那眼皮拿走一点，就别老那么厚呢。别老眨眼睛，把嘴张开。哎呀，你是个残废吗？从来没画过这玩意儿，你整这玩意儿干啥呀？呀，费劲儿呢。别动，过敏了吗？什么过敏？哎，懂了。不干了。画完我给你画成大长毛子，挺好啊，然后还挺自然。给你画个下眼毛，你咋没有下眼毛呢？没有。哎呀，你吐死我了！没有，我有啥招啊？你现在知道我为啥要戴口罩了吗？这么不得劲儿，裹上这玩意儿以后。哎呀，就是你的眼皮沉了，你往上瞅。啥玩意儿？你一根下眼毛都没有啊？好像是没有。你可真刺，你看看。看这画睫毛打底跟不画睫毛打底有啥不一样？把眼闭上。我咋看呢？不见了。我看就行。这张是画了的，这是没画的。睁开看看。你别老皱眉，啊！是不是这边深邃一点？嗯。是不是？嗯、对，我接着你画啊。你看，这个贼自然，但是我用它再叠其他的睫毛膏，就会结块，而且显得妆感有点重，所以我一般都是单用。你动去吧。算啊，忽闪忽闪，啊，哎呦大美人儿，哎呀，大美人儿啊，哎呦天哪，帅不帅？就觉得自己贼帅。太不腰了，那受不了。腰啥呀？你也不是没化过烟熏妆？没有。
咱俩那时候照相的时候也画了。然后鼻影我始终就用过这一块，就是 MAC 的 Omega， 大家都知道了，不用对焦了，别缩巴到浆子行不行？我不得往前抻脖子吗？要不咋着啊？不用不用，你好好。到底用不用我钱呢？哎，这小脸打完粉底就不一样。看看鼻梁子高吗？看来差不多了。我再给你扫扫看，是不是你用这个颜色太淡了？一会儿我拿一个别的给你刷。哎，你这说还高了呢。是吗？你远点。哎呀，高了，真的。真假的？真的。我再给你刷一个脸部的阴影啊，让脸瘦点吧。对，最近在家待的脸也大了。啥时候？谁呀？还没有。来，我给你刷一个。不是你们女的出门天天刷这些玩意在脸整那么些干啥呀？就是为了美啊！我这个不是新买的，是开完我矿的那个，是 medium 的。我用颜色太重了，我感觉它用应该挺合适的。就是刷成那种感觉。没的，你要那种欧美系的啊，胡兵那种感觉的。对，整一个是。会不会就不会整？我会整。刷到我这玩意儿。补一补你可怜的发际线，非得让我在广大观众面前说出来吗？天生就这样的。你喜欢欧美系的，早知道我给你画一个欧美系的眼影啊！我一直我都是欧美范儿的，这哥哥啥的都是你们喜欢，娘唧唧的我受不了。你还不娘？你平时……哎呦去，你跟谁俩呢？我这爷们儿，疼我！我给你脸都画没了，修没了，就是骷髅了，鱼骷髅。你看，你看你这边，画完头这下去那种没有吗？那我再给你刷狠一点，这是你自己要求的啊。嗯。那种骨瘦嶙峋的感觉，你这样骨瘦嶙瘦，你想要瘦骨嶙峋的感觉是吗？那种棱角特别分明的感觉，好久没有过了。这块阴影我平时不用，要不我才舍不得给你打这么多呢。你看，哎呦我的妈，都长胡子了，你都这块长毛胡子了，络腮胡了都。好了啊，你看看，你看我给你刷多少？看不出来，这还看不出来？我给你放大，你看这边是不是很立体？你看这边就白白的啥也没有，然后你看这边转过去啊，你看这边我能看怎么转过去了，贼立体嘎嘎的，贼瘦，是不是整个显得这半边脸那种骨感出来了哈？这会儿画的有点足去了，一会儿接着给你画啊。你看这边就是一个白面书生的感觉，这个发际线没谁了，谁面还没谁了，都比你自俗强点啊。你跟我自熟比啥呀？人家多大岁数了？我这个是最显色的一个阴影刷。哎去，太立体了，没谁了，脸马上小一圈。你看刚才还是白月书生的感觉，现在你撞来着，非常立体。哎去，有没有欧美大模的感觉啊？没有。没有？不感觉自己像刘雯吗？干啥呀？白头发？不可能。妈不去救还也不如白头发。有看呀，我看看。没了。妈不去救天天熬夜。熬夜使我快乐。哎是不是整得我也想打一点。也快点给谁打。我显得我脸太大了。我再给你抹点腮红。哎那气色一下就上来了。腮红呢我最近买了三块啊，两个三 CE 的，一个是 Rose Beige， 然后我今天涂的就是这个，我觉得挺适合我的，显得气色挺好，挺显嫩的。然后还有一块呢也是非常火的 Nude Peach 这个，但是我觉得这个颜色比较适合白皮，就是在我的脸上它就没有什么颜色，能看出来吗？这个就是一个啊比较温暖的蜜桃色，比较元气，然后这个就是淡淡的那种感觉。裸色？什么裸色？这不是裸色，这是裸粉色。这个是 nude， 不就是裸体的意思？然后我今天涂的是这个，什么裸体？裸体？你想什么呢？天天，今天给你使这个，这是这仨里边最贵的 ，Laura Mercier 的一个腮红 Ginger， 我觉得这块超级美，它的粉真的好细啊，就是你能看到颜色，但是看不到粉感的那种感觉。你如果觉得浅的话，你可以不断的往上面叠加。你应该抹点护唇膏，你的嘴咋那么干呢？确实。在你的脸上是那种很健康的颜色，我也点一点。对啊，你干啥？我再给你画个高光。高光，我最近新入了一个 MAC 的老网红，这个生姜高光超美，尤其是在灯光下面的时候，真的巨美，这个光泽真的绝了。高耸入云的，哇塞，睁开眼睛，咋样？嗯，是不是？闪光了，非常有层次感，是不是？哇塞，我画这妆简直太好看了。
非常不一样，精神一点行不行？精神小伙现在都，嗯，你这个头发应该再往后背一下子，这样，一会儿再整一下子。口红，口红，手里有四根，都是新的。然后这个是兰蔻的胡萝卜色的那个唇釉，196号，我今天涂的就是这个，很显白，然后也挺有活力的那种。会不会我今天白是因为涂了这个唇膏的缘故？看我下面这个卫衣，温柔，温柔本人好吗？这个你也驾驭不了，就算了。下什么？安泰，啥玩意儿？还不是露的。那个 TF 的16也是，我给你看一下颜色吧，然后让你选一下这三个里边想要涂哪个颜色。这红的，嗯，来。你这么走在时代前端吗？快点上。我再给你看一下其他两个，别不看了，其他两个也很贵。这也是 Tom Ford 的 ，Tom Ford 的09号 Jackie。太娘了，不行。这才不娘呢，这贼自然，这是豆沙色的，你看。然后还有一个更裸色的，就更欧美一点，更适合你今天的妆容。伊拉 Mascara 的好像是那个美妆盒子里面抠出来的，是这种裸色的，非常欧美。我不喜欢，就我来大红的，我就要那红。你变态啊！这个是伊拉 Mascara 的白色 TF 09，黑色 TF 16，你要哪个？哎，来吧。你别那么勉强。勉强。我得给你先涂点润唇膏。你嘴唇咋那么甜呀？行，你涂这个。老爷爷，给我上杯水喝吧。什么呀？那可薄薄的擦一擦，哎，这个挺干的，这是雾面的，你抿一下，别那么使劲抿，你都整出去了。这颜色是不是有点太裸了？我再给你换一个颜色，换一这个颜色吧，豆沙色的。啊，这是显得有点没气色，是不是？哎呀妈，这嘴唇怎么这么干？出血了，感觉。这个，哎呀。对不起啊，这个就是没错，比较滋润的。你这样撑大，对，咋的呀？你不说刚才那没气色吗？我给你整个红的。不要，你就行。你别跟个老头似的，行不行？哎，要不我把你那个胡子再给你加深一点。行。用不用给你再整长一点？不是。啊？不用，这行。行。行，哎，谢谢老板夸奖。画那么多呀，就画胡子最满意。是吗？我的阴影给你打的不满意，你费那么多，咋样？行，挺好。我就感觉这口红有点怪怪的。画挺好，别说，是不是？出乎我的意料了。嗨，我给你画贼帅，我都根本不是恶搞。你看那些其他视频，恶搞给男朋友化妆啥，给他们都画的像女的似的，或者是故意把他们画的很丑。我给你画多帅啊，是不是？以后爱上化妆了吗？那也没有，麻烦，确实有点麻烦。这个就是今天的视频，看我的作品给画的怎么样，是不是脸有没有瘦了一大圈，然后这个妆非常的就是有那种 T 台模特的那种感觉，有没有？胡兵，你要脸吗？我真的觉得胡兵非常帅，我很喜欢胡兵。然后哎，你别说他了，稍微还这胡子有点像。本期的那个给老公化妆这个视频完美结束，你说一下给你画的怎么样？画不错，我很满意，是不是？给钱。我让你画就应该给我钱了。我化妆师，你知不知道化妆师收费多贵呢？不得3000块钱，咱俩结婚的时候。是吗？是3000还是几千？你就算3000得了。他没给我画呀，你这化妆师咋没给我画？我就是说这个化妆师这个价格摆在这块儿。你价格不价钱，你要钱没要，要什么钱？你跟我要什么钱呢？我没有。你咋没有白给你化妆啊？那你黑白的，我你跟我要什么钱？没有钱。我给你化妆，哪有管你要钱了？钱你干啥呀？大家好，我是优米张小喵。大家好，我是他老公。别推住我。你说。大家好，我是他老公，我是胡哥。人送外号呢？不是外号，江湖人称。真名就叫胡哥。屁！等会儿我重新来一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优米张小喵。大家好，我是他老公，我外号叫胡哥。你能不能带点感情？我就这个风格的。你别像什么风格、啊？我视频，我录视频，我都这风格的。你别像那个呆咕鸡的那样的。你看我就是这个风格的啊，那么冷酷吗？那么冷酷不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优米张小喵。大家好，我是他老公，我外号叫忽悠哥。我外号叫忽悠哥，是不是有点嘚儿啊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优米张小喵。我是他老公。你得说去问个好啊。行。